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讲秀秀的故事。秀秀是我们家的狗狗，它是一只被解救的狗狗。发现它的时候，它非常的瘦小，毛发凌乱，而且被雨全身都淋湿透了，非常可怜。它来到我们家以后，成为我们家重要的一个家庭成员，我们全家都很爱它。它真的是一只小天使。转眼它已经到我们家4年多了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，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一位家庭成员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家秀秀的照片和视频。这些年我给他拍了很多的照片，我们也带他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。快走除了每天的2次遛他以外，然后还会带他去海边啊、公园啊、快走，他也非常喜欢，虽然有时候也会晕车，总的来说他是喜欢出去的。他很聪明，每次看我换鞋，他就要确认一下是不是出去遛他的鞋，如果是，他就非常非常的开心，真的是一个小精灵。好，希望大家也和我们一样喜欢这个小可爱。Good girl, come be, baby.Thank you.
sis. 啊？Girl. Girl. Right there.